上一集说到，你看这个司马道子这会计王，天天大醉，忧惧啊，忧惧之下天天喝酒。大醉数日之后呢，酒醒了，才知道他自己呢的权力完全丧失了，哎，非常恼怒，无可奈何。他的世子司马元显啊，当时才十八岁，啊，非常深谋老道，手下呢又有庐江太守张法顺啊，这个官场老油条，啊，天天给他出主意。 因此，他常常有出人意料之举。不久呢，司马元显又出任什么录尚书事，实际上就是自己委任自己了。因此，当时呢，呃，这个朝廷啊，官员啊，还有百姓就称司马道子为东路，称司马元显为西路。哎，父子两个人分府而居，西路车骑营门，东路门可罗雀。所以，说名利场上无父子，啊，政治场中这种古代封建、啊。 王朝政治场中这种趋炎附势啊，啊，从这个父子他们这个西路和东路这个境遇，由此可见一斑。司马元显这小伙、啊、这个年轻的阴谋家，年纪虽轻，你想他今天就是刚上大学的年纪，十八岁嘛，但本性特别苛刻，残暴好杀。当时呢，他就征发各个郡府啊，刚刚免除农历身份的民户，就是本来依附。 大族最后被发现他们是平民的，刚刚把他们奴隶身份给免除了，把这些人全部强迫都迁到京城附近，干嘛呢？充当兵役，号为乐属。什么乐属？意思是自己愿意啊，这个当兵，为这个呃政府直接所统辖。对于这批所谓的乐属，这些服兵役的人呢，司马元显呢是想用来啊自己能够直接控制，因为北府军和荆州军啊，当时都不是他自己能控制这种嫡系。 但是呢，司马元显强迫征发的这些青壮劳力啊，本来他们的祖一辈、父一辈就是奴仆。你想，这人自己刚刚获得自由农的身份，哎，新晋又有田耕又有家室，在浙东一带呢，夫耕妻织，刚刚过上小日子，忽然又变成兵籍了。他这种兵籍啊，并不是东晋呃那种世世相袭的兵户，啊，他的这个兵籍啊，社会地位更加低下。 等于就是相当于我刚从一个坑跳出来，又掉进另外一个深坑，这些人的心中非常怨愤。同时呢，大地主大士族啊，对这个司马元显的这一招举动也特别不满，因为晋廷的这一命令呢，就使他们丧失了许多从前依附在他们农庄之下为他们白干活那些佃客，经济利益受到极大打击了。由此，这些人也对司马元显恨之入骨，挡人财路者。 如同杀人父母，如此苛刻是必定埋下祸乱之根的。正是由于这司马元显青少年阴谋家且不得民心的举动，哎，使得江东那些郡县的人民痛心疾首，愤愤思叛。你看，东晋朝廷内忧外患刚刚消停了几个月，又传来了天大的坏消息。什么坏消息呢？晋安帝隆安三年，就公元三百九十九年年底，贼人孙恩因为民心思叛。 乘机煽动起事，他自海岛起兵，杀掉上虞县令，直攻会稽，攻杀了书圣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还有他几个儿子。那么东晋这场著名的孙恩之乱，并不是一朝一夕猝然而发的，忽然的民变。这个琅琊孙氏家族也算是世家大族，他几辈子下来都信奉的五斗米教。这支孙氏呢，还有个特别有名的长辈。 是谁呢？就是当年八王之乱的时候，赵王司马伦手下的那个首席谋士孙秀。当时的孙秀就是五斗米教的教徒。那么孙恩起事呢，要从孙恩的叔叔孙泰说起。孙泰这个人呢，一直拜谁呢？拜前唐人杜子恭为师，学了不少相当于今天魔术戏法的个方术。他以这种狡猾的骗这些小民的这个小伎俩呢，长期诱骗呢。 呃、啊，附近百姓的这个钱财和子女，致使百姓中间许多人都敬之若神啊，请尽全部家财啊，进献自己的子女给他，祈求福庆。当年啊，王恂曾向的会稽王司马道子告发孙泰，哎，这个人以妖术啊迷惑百姓，就下令把这个人流放到广州了。结果呢，广州那地方官员竟然也被孙泰他那些小戏法呢，幻术迷惑住了。 竟然委派这个邪教头子当玉林太守，玉林就是今天广西的贵县。那么东晋孝武帝的末年呢，他特别想长生，他想壮阳，得知这个孙泰这个人有神通，就把他召还到京师。那当时的会稽王司马道子一看，哥哥皇帝现在想要用这个人，他从前发配过这个孙泰啊，因此呢，他心里呢也就吃惊，赶紧封孙泰一个徐州主簿这样一个虚官，给钱。 给人给地，你赶紧给我走！跟皇帝说，让这个妖道天天去给皇上去炼丹了。孙泰当时虽然被发配在外，但是他心态也日益骄横。我觉得晋朝这个国运啊，快完蛋了，因此他就在吴地那个地方广诱百姓，诱骗了好多百姓，然后以五斗米道呢作为招诱，时常与他手下那些信众密会，阴谋作乱。东晋朝廷呢，逐渐呢，你想他这个。 聚众闹事嘛，对这个事情知道的还挺多，但因为孙泰呢，这个时候呢，呃，和司马元显呢，你看，呃，化敌为友了，呃，司马元显又围着他为官，又让他炼丹，都觉得他们俩交情深厚，就没人敢揭他的老底儿。后来呢，会稽内史这个官员交出了孙泰要造反的真凭实据，就向晋廷告发孙泰已经密谋了好久要造反了。 司马道子呢，这是估计孙泰的阴谋呢，如果爆发之后会危及到他自身，因此就派人杀掉这个妖道，还有他六个儿子。嗯、我们如果回望历史啊，实际上在汉灵帝光和七年，也就公元一百八十四年，当时投系黄金的贫苦信徒啊，在张角的号令下和煽动下啊，呼号着这个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当时就在东汉国内揭竿而起，史称黄巾起义。 那么那次黄金起义的幕后策划者张角，他煽动劳苦大众跟他一起造反，的特殊工具呢就是宗教太平道。那么和张角同时代呢，有个人叫张修，当时就创建了五斗米道。张角与他自己有一本书嘛，《太平要术》嘛，为蓝本，呃，创立太平道教。后来呢，他以救助百姓为名，四处这个传教，笼络人心。 因为当时东汉的统治非常黑暗，人民呢不堪重负，因此张角的太平道就成为当时笼络下层百姓那种呃非常基础的这种这个信仰吧。那么到了东晋，这个起事的孙恩以及后来接替孙恩的卢循，这两个人的发迹史呢，和东汉的张角特别相似。不过呢，他们的宗教宣传工具呢是张修创立的五斗米道。那么根据《三国志》。 呃，所引的那个典略那本书的记载呢，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法门呢是非常近似的，就是往往把这信徒幽闭于静室之中，使其中有病的人呢在静室内自思己过，哎，又派人就成为什么叫为鬼吏，号称呢治好对方疾病之后呢，病者家里出五斗米，哎，当做谢礼，这以为常例，所以呢，后来就当时的人就俗称为五斗米道。由此可见呢，五斗米道还挺源远,远流长的，源于东汉。 他原本的教义啊，对于政府来讲并没有太大的危害性，但经过杜子宫啊、孙太啊这些人掌握之后，妖言惑众，不断增添啊新的那个内容，就慢慢的发展成一种邪教，而且在当时没有紧密经济联系的农村社会，邪教就正好成为孙太啊、孙恩啊这个叔侄启示的最好的组织形式，而且邪教的欺骗性特别惊人。你看这孙太也被政府。 等于是显露，就当众杀于闹市。他的手下的信徒得知消息之后，都认为教主是什么呢？不是被政府杀，是贪退登仙。一时间纷纷聚集，都站在海边，向海中的抛洒金银宝物，是真的金银宝物，不是纸的，还有美酒美食。那干嘛呢？就祭享这个妖人，就觉得他已经成仙了。咱们把这个东西抛到这个里头，咱们这个教主他可以使用。 孙泰这个侄子孙恩呢，当然怀恨在心了。你想，叔叔孙泰被杀不久，孙恩就深知司马道子父子怨播天下，因此呢他就凭借邪教这种害人的招聚力，在极短时间内聚众数万，一下子就杀掉了吴中八郡、王凝之（就王羲之的儿子）等数位地方高官，其中呢还包括谢安的两个儿子，这个、谢苗和谢冲。因此，这帮贼徒横冲直撞，猖獗一时。 孙恩之乱，他之所以这么容易得手，就在于邪教教众遍布各州郡的府衙和守军当中，因此孙恩登高造反，一呼百应，衙门内外的信众立时应招。一下这帮人，你看本来是政府的公务员或者是士兵呢，一下变成呃邪教教徒，马上就响应。当时的三吴地区承平日久，好多年不打仗了，这人民啊，对于这个战乱完全就不知道怎么处理。 引起郡县的那些兵马、啊、望风崩溃。孙恩占据会稽之后呢，他自己号称是征东将军。呃，他的呃手下的邪教教众呢，还有一个称呼叫长生人。当地的百姓、呃官员啊、知识分子，但凡有不服从的，全族诛死，婴儿不免。那么攻克各个县城之后呢，孙恩的邪教组织就把当地的守官全部杀死肢解，然后用大锅煮熟，当众逼迫。 这些当地守关的妻儿吃掉亲人的尸体，凡有不从的，就虐杀、龙哥，啊、呃、肢解、凌迟，极尽残酷之能事。这支丧心病狂的邪教队伍的无恶不作，凡是他攻陷城池之后，都把城市烧毁、水井填埋，啊、呃、杀尽不从之民。那孙恩这会儿邪教教统，他就把他们占据的那个大城会稽啊，当做大人圣城，大伙儿全往这个孙恩那地方聚集。 许多这个信奉邪教的妇女呢，因为有小孩在身，行动不便啊，就把亲生骨肉扔入这个水中淹死，而且还念叨说：“祝贺你先登仙堂，我见教主后就与你相见。”信奉邪教这些人痴迷如此，可见这邪教的煽动性、欺骗性是多么的呃害人耳目。嗯、这下倒好，东晋国内，你想本来除了桓玄、刘牢之、杨全妻啊占领的广大地盘以外，朝廷的号令只在三吴之地能行得通。 这个时候，孙恩乱起，八郡皆陷，就八个郡呢、啊，这个大郡全被这孙恩这个邪教徒攻占了，贼寇蜂起，而且连建康城内也都不少邪教教徒潜伏着。至此呢，东晋王朝，就他的朝廷、啊、几乎就剩下一个空架子。东晋朝廷到这个时候呢，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然后就委任司马元贤为领中军将军。 命刘牢之呢，还有谢安的儿子谢衍呢，共同啊率领军队讨伐孙恩。晋军啊出战还真告捷了，还真打个胜仗。谢衍刘、刘牢之的他政府正规军一到呢、啊，孙恩那些邪教乱民呢，他就没跟政府军这个正式军队打过仗，啊一下子抵挡不住，愤愤败北。你看乱世出英雄，也正是孙恩之乱引出一位日后功高一时啊，终于把晋朝篡了这个大英雄谁啊刘裕。 刘裕这个人本来是京口罕见之人，类似于地痞样的人物吧。青年时代呢，他就刚刚识得几个字，以卖鞋为生。你看这跟刘玄德差不多。但这个人呢，特别喜好赌博，斗鸡走马呀，什么菖蒲什么什么他都会。其实就是一个横行乡里的这个流氓地痞。当时呢，东晋的个大将刘牢之啊，因为这个来讨伐贼人孙恩嘛，所以他当时四处招人，无论你的良友良贱，只要你有好的身板。 能提枪射箭就行，由此呢，这个刘裕就加入了禁军，就当时担任类似于侦察排长的一种低级军职。有一次呢，刘裕外出执行的巡逻任务，突然呢遇到邪教这个贼众数千人。毕竟刘裕是地痞出身，军力学书至此呢，他也不是说、嗯、畏惧马上就跑，跑他也跑不了，也被人弄死。因此，他带着身边十几个人呢，还主动冲上前去。 很快呢，他身边那些人都被这个贼军的给弄死。你想，别人几千，你才十几个人。刘裕本人呢，也被贼人用枪捅到了河岸之下。而邪教这个军队呢，他不怕死啊，一窝蜂上前就跳下去要斩杀这位东晋的政府军的小头目。刘玉当时手持长矛，就仰头乱捅。你想，他本来很被动，站在河岸之下，竟然挑死数名贼人，因为那些贼人想下来抓他们。 而且他最后大喝一声，一跃重新跃上岸边，大叫冲杀，数千贼众一看他当时捅死好多人，吓得是一哄而走。你看刘玉边叫边杀，成百邪教教徒都死在他的矛下。此情此景，如果当时没人看见，你说刘玉自己吹是杀退几千，杀了一百，没人相信。当时是谁看见的？刘劳之的儿子刘敬轩。 哎，他忽然发现刘裕的侦察小分队出外好长时间没有归营，他就率领军马出来寻找，正好瞧见刘裕这一个人独驱数千人哎这样一个奇景，因此呢这一帮人当时就就跟看电影似的，就跟我们现在看那武打片似的，看的都惊呆了，都忘了上前帮忙了，因此呢就立于原地感叹不已。于是呢众人一起击贼，大获全胜，斩获千余人。 由此呢，刘裕一战成名。我们再说孙恩，孙恩这个贼人啊，当时把这个三吴之地的八郡的这个地方全攻破了，因此他大叫对手下人讲：“天下无事，当与诸军共治健康。”不久呢，听说刘牢之发兵了、啊，孙恩又讲：“我割浙江以东，不时作一勾践。”当时他所谓的口中的浙江，就指钱塘江。后来又听说刘牢之大军过江，孙恩还很豁达，忙讲：“孤不休走，哎我。” 孤王我跑，我也不害羞，哎，说话算话。孙恩裹挟着二十多万男女百姓啊，向东逃窜，沿路丢弃金银财宝，然后呢，还把抢来的个美貌少女推落在道中，阻挡着政府军的追赶。刘牢之日他所率领的禁军纪律特别差，一看这么多美女，这么多宝物，大伙儿都去抢，最终呢，竟然使这个大邪教头子孙恩啊逃跑而去，逃入到了海岛之内的藏起来。 你看三吴大地，老百姓翘首企盼官军，但刘牢之这个官军倒过来之后，重兵暴掠，因此呢大失人心。东晋的朝廷又害怕孙那个贼众再来，就马上任命谢衍为会稽太守，率领兵马就戍守啊这个海边这个地带。这个时候，年轻的那个权奸司马元显啊、呃，自以为这个是在自己领导下把孙的之乱给平了，呃，自己太有功劳了，因此呢骄狂的差点飞上天。 这些小人呢，单于之人就夸他，哎，一时英杰；有的夸的是风流名士。那么，对于这些单于之词，呢，司马元显毕竟是个年轻人，信以为真，就命令朝中大臣，所有人见到自己一定要向自己行拜见礼，就把自己当皇上。趁着这个孙恩之乱呢，你看昔日那些盟友桓玄、殷仲堪、杨全七三个人，哎，这个时候他们就想趁机干掉对方。 杨全七呢是个粗人，他是个武人嘛，不停的呢给殷中堪写信，要求要突袭这桓玄。桓玄又深知这个杨全七和这个殷中堪两家他们有婚姻关系，就在旁呢窥伺自己，因此他就上书给这个朝廷，要求增加自己统领的这个地盘儿这个范围。为了离间这三个人，哎，东晋的朝廷哎就给桓玄加上什么都督荆州四郡军,军事。 又以桓勋的哥哥桓伟呢，代替杨全七的哥哥杨广为南蛮校尉。这个时候又怒又惧啊，杨全七呢就开始以北伐为名整顿兵马。为什么以北伐为名？因为当时的后勤的姚兴啊，正率领军马的进攻洛阳。他当时的目的是干嘛？是想约阴中堪一同出兵呢，来讨伐桓玄。阴中堪当时呢，心里也打小九九。 他既怕桓玄，他又怕杨全七兄弟得势之后呢，啊，自己管不住，所以他不仅不答应杨全七要出兵打桓玄，他还派他的堂弟啊，这个叫殷觉的屯于江陵以北，就遏制杨全七啊这个进兵的道路。殷中堪这个人一向是多疑少决，名士出身嘛，文人出身，他手下字意参军罗启生就对弟弟罗尊生当时就表示：你看殷公啊，人耳无断。 避及于难，无蒙公之欲，亦不可去，是与俱死。罗启生这个人啊，还确实是个特别好的知识分子。当时的荆州地区忽然就发大水了，殷中堪呢就不得不开仓济民，一时之间啊，存的粮食就全空了，军队到最后也缺粮食。桓玄得知消息之后啊，就马上就起了城虚发人这种意念，他先派军队吸取了殷中堪在巴陵的谷仓。 然后呢，送信给殷中堪，表示说自己呢带兵讨伐不思进取，啊，这个遗弃皇陵的杨全七，命令呢殷中堪杀掉杨全七的呃兄长杨广。与此同时呢，桓玄呢还暗中写密信啊给他自己的兄长桓伟，让他做内应。桓伟呢当时正在殷中堪手下做官，桓伟这个人胆子特别小，接到桓玄的这个书信之后呢，特别害怕。 就把这个密信啊，呃，给这个殷仲堪看，殷仲堪呢不怒反惊，但是呢他也不能再放任桓伟在自己这个营内到处走动了，就把桓伟给软禁起来，然后他自己又亲自写信哀求桓玄，你不要起兵，啊，推心置腹解劝，你要看原信的内容啊，还还特感人。桓玄不理了，大军齐进，他没有任何犹豫，他对自己手下的那些左右说，殷仲堪为人完全无决断。 常怀成败之心，私心甚重。我兄现在虽然被他所拘执，肯定没有性命之忧。殷中堪呢，一看桓玄现在撕破脸皮了，只得仓促应战。他忙派他的这个堂弟呀、啊，就尹觉率领七千水军到西江口来抵抗桓玄的军队。桓玄呢调度有方，你想他有军事天才，派他手下郭权、抚红进击，一下就把这殷觉打大败。那这位抚红还不是别人。 就是苻坚大帝的太子爷，他投降晋朝之后呢，晋廷把他安置在江州，现在呢，等于是成为桓玄的部将。你想，从前苻坚大帝的太子爷本来继承帝国的，现在成为桓玄手下一部将。这个时候呢，困守江陵的殷中堪也是狼狈至极，城中无粮啊！他从前都救济灾民了，他现在呢，只能用原本用来榨油的芝麻当军粮给守军使用。芝麻这个东西，我们大伙儿也都吃过。 吃一两勺挺香，呃，炒了更香，当饭吃绝对不行。你想，这军士们愤愤拉稀，桓玄大军就乘胜进到林口屯军了。这个地方距离江陵才二十里远，殷中堪呢，这个是无奈，只得急忙下令啊，招这个杨全七来救自己。杨全七呢，起先还不答应，呃，为什么？你说你江陵无粮，我率人一去就更没粮食吃了。他就要殷中堪呢，你最好先率军突围。 咱们一起啊，共守襄阳。殷中堪这个人呢，还特在乎自己的荆州根据地，他不想丢弃自己这个老窝啊，去跑到从前的下属那地盘去待了。他就派人骗杨全七说：“近来我们四处征粮，有足够的军粮，你就来吧。”杨全七呢，以五人粗人信以为真，傻不拉几，率领部骑八千，精甲耀日，一路大张旗鼓，一下就到了江陵。到了城外，你得吃东西啊。殷中堪这个时候派人来送粮了。 送饭了，结果一看呢，呃、只有是粗米，那、呃、只是聊贡一宝而已。一看到这个情景，杨全七大怒，狂吼一声：“这下完了！”狗急跳墙，人急悬梁。所以气急之下，这杨全七啊，他连入城啊也和那殷中堪相见那礼节都免了。本来的殷中堪是老上司，应该去拜见。他马上和他哥哥杨广一起指挥军队，直扑桓玄的大军，想做殊死一战。 眼见杨全齐不要命啊，桓玄也害怕、啊，他赶紧率领自己的手下人马退至码头来避这个杨全齐这个兵锋。转天呢，这个杨全齐估计也是气红了眼，都已经气疯了，率领军队啊就急击桓玄手下大将郭权，而且临阵差点把这个郭权给活捉了。正在这郭权抵抗不住的关头，桓玄这个时候缓过神来，领兵加入战斗。 毕竟人多势众，啊，杨全区一下军士肚子又空，啊，就根本就没吃饱饭嘛。最终呢，杨全区手下军士大败，八千人、啊、基本上是被包了饺子，被杀了一个不剩。杨全七呢，最后有命单人独骑逃往襄阳，到了半路呢，他就被桓玄手下的军人追到了，了啊，立刻遭到斩杀。这个时候呢，龟缩在江陵城中的殷中堪，眼看啊自己的友军杨全七军败了，啊，三十六计走为上，开门出逃。 想往哪儿逃？想往赞成逃避，逃到半路呢，听说杨全七已经被杀了，这殷中堪又想改变逃跑方向，准备呢出奔长安啊，逃往姚氏的后勤。没走多远呢，桓玄手下大将冯该就率军把他堵在路中，就把这殷中堪啊这大名士给活捉了。那么根据这个桓玄事先的指示呢，这冯该就已经给殷中堪一把刀，让他马上自裁。事已至此，再也没有别的办法。 一向能言善辩的大名士殷中堪，一个字也讲不出来了，只能自己跪在当地，拿起那把刀，闭目横刀自刎而死。至此呢，桓玄从前的两位强有力的盟友啊，这、哎、现在都被他灭了。杨全七，殷中堪。那么，殷中堪从江陵逃跑的时候呢，身边只有罗启生一个这个属官跟从。经过罗家家门的时候，那个罗遵生就把哥哥从马上拉下来，紧紧抱着他，哀求说：“你看，有老母在家。” 你就哀求哥哥，你不要跟随这个殷仲堪去送死了。他现在已经败了。殷仲堪当时急于逃命，也没有挡着罗启生，就率领手下那些剩余的从人奔马而去。桓玄大胜之后呢，殷仲堪从前那些手下官属都去跪拜桓玄，要求官做，唯独这个罗启生呢，根本就不去，而且他还亲自出面呢，为殷仲堪料理丧事。桓玄呢，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很恼怒，但是他和罗启生两个人从前也有交情。 就派人对罗启生说：“如果你当面上我道歉，我就放你一条生路。”罗启生呢不危不惧，他就对来人说：“你看，我是殷公啊，殷中堪的下属，兵败不能救援呢，我内心就很惭愧了。我现在又有什么可向皇宫道歉的呢？”桓玄一听怒了，马上派人逮捕罗启生，准备把他当众斩首。行刑之前，桓玄还派人问罗启生：“你有什么遗言？”罗启生就回答：“你看，昔日……” 呃这个晋文帝杀嵇康，他的儿子嵇绍呢，成为晋朝的忠臣。我现在有老母，我就去桓公您赦免我的兄弟，啊，以为我老母呢养老送终。那么我们这位桓玄，他是否会杀掉罗启生这个义士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讲。 上一集说到呢，这个桓玄呃，攻杀了从前的盟友殷中堪，然后殷中堪手下的有位义士叫罗启生的，啊，他呢就是始终不肯投附桓玄。最终呢，桓玄呢还是把这个罗启生杀掉了，但是呢，把他的弟弟罗遵生赦免了。以这个事来观察呢，桓玄的这个心胸啊，还算是比较狭窄。 因为罗启生毕竟跟他自己从前也是好朋友，所以说这个人呢，终非能成就那种帝王大业的那样的人。桓玄攻杀殷仲堪之后呢，这个杨全期也被他解决掉了。这个时候，东晋朝廷啊，大臣们也无奈了，只得呢，这个按照桓玄自己的这个请求，实际上说是请求，实际上是命令，以当时皇帝的名义呢下诏，呃，任桓玄。 都督金、思、雍、秦、梁、义、宁七州驻军事。不仅如此呢，还把荆州刺史这么一个重要的头衔也不得不给他。桓玄呢看到这个诏书还觉得不满足，说一定要要求你把江州刺史也都给加上。晋朝东晋的朝廷不得不答应啊，只能把江州刺史也给他。桓玄这边刚消停，哎，邪教头目孙恩那边呃一直不闲着。 在东晋安帝隆安四年，也就是公元四百年春，他呢就率领人马就进袭，呃、啊，晋朝这个军队。谢衍方面，谢衍就是谢安的儿子，他当时在会稽那地方啊，他还挺镇定啊，镇定的过头了，天天和一帮手下的属官啊啊酒狂欢，根本就不把孙恩啊这个贼军放在心上。你想淝水之战，这美男子曾经亲率八千精兵。 他当时的这个职务是辅国将军，然后冲锋陷阵，和他堂兄谢玄并肩作战，等于是轻取大功。当时他还因为他自己的功劳啊，获封为望蔡公。如今呢，到任会稽郡，谢衍呢，呃，这个时候就显示出好像就是一个没有这个随抚之能、没有抚育之能的这样的一个将领，不修武备。 府中当时那些将帅愤愤就劝他，就要谢衍提防孙恩卷土重来。谢衍根本不听，啊，当时杨洋,洋大言，府间百万，上送死淮南，孙恩残贼遁于海，何敢再来呢？如果他真再来，正是天杀国贼，令其速死。岂料呢？很快孙恩这个贼军就出峡口，峡口在哪儿？就今天浙江的镇海。 入余姚破上虞，一下就打到这个山阴以北三十多里的地方。谢衍呢派出的两军本来是迎敌的，一下就被对方贼军打败。这个时候呢，众人都劝谢衍：“您应该持重，您咱应该严备敌军，咱们分兵设伏，等待贼军的到来。”谢衍根本就不听，依旧一副大名士派头，像他老爸一样镇定自若。他镇定自若，孙的军队是迅速推进。 当时呢，谢衍正要吃午饭了，听说贼军来袭，推石而起，呃，把面前那饭咔一推，起身道，而且泱洋大言：“先灭此寇而后食也。”我先把这贼寇灭了，我然后再吃饭。于是呢，这谢大公子跨马而出，挥兵赴敌。晋军的前锋将啊，桓保当时还挺勇武，摧锋陷阵，一时间还杀了不少这个孙恩的贼兵。 谢衍方面呢，他那些军士在河塘之间的窄路上行军，等于是鱼贯而前，就等于是一个挨着一个的。这样一来呢，正好被两边的哎有准备的孙恩水军当做肉靶子，禁军的接连是鹰犬倒闭，一片狼藉，小道上全是禁军的尸体。而且撤又撤不了，退也退不了，攻又攻不了，小道太窄啊，旁边都是水嘛。混乱之下呢，谢衍这个人呢，他指挥又不利，得禁军大败。 逃跑途中呢，呃，谢岩手下有一个从信五斗米道的一个邪教信徒，而且是他的帐下都督，等于类似于他的近就是等于他护军的这个主要的首长，有个叫张猛的，忽然露出他狰狞的真面目，这也是个邪教教徒啊，他从背后就给了谢岩一刀，不仅把这个美男子给杀掉啊，还杀掉他两个儿子，所以说好运不会再至。 那那谢衍父子呢，在淝水大战，啊，凭天时地利,利人和，和他爹谢安轻易大获全胜。至此呢，再无谈笑灭敌的这种时机，嗯，终于失掉了他最美的这种好头路。晋安帝隆安五年，也就公元四百零一年三月呢，啊，这个孙恩这个贼寇呢，大出家口，然后呢，被刘牢之击走。刘牢之这个战斗力还真强。四月呢，孙恩转攻海盐。 又被刘牢之手下这个大将刘裕击败。七月呢，孙恩从水路忽然出现在丹徒，丹徒在今天的镇江啊，兵士十多万，战舰千余艘。然后建康那个这个朝廷啊，闻之震撼。当时啊，刘牢之从山阴还邀击孙恩，赶到的时候呢，孙恩军队已经过去了。于是他就命令刘裕啊，从海盐入援京师。刘裕当时真是个大英雄，他手下只有。 八九百人的疲惫之师，不加喘息啊，直接向占据蒜山的贼众冲杀。就出乎意料，啊，贼兵惊遁惊逃，掉落山中和水中而死的不计其数。孙这下狼狈不堪，就勉强有命啊，就逃回到船上。虽然经历此败，虽然手下还是有数万军卒，因此又整兵。出人意料啊，他也不跑啊，直接就杀向建康。 哎，确确实是打不死的小强。健康方面呢，那个这个青少年的这个这个阴谋家司马元显呢，他自己哎还,还挺能耐，率兵抵御，结果连战连败。他爹司马道子，会稽王就当起缩头乌龟来，又故技重施，天天呢亲自到蒋山去，然后跪在那个蒋侯庙中祈祷啊跳大神儿。因为孙恩啊，他那个贼众的楼船特别巨大，行进速度不够快，因此呢，他这帮人，呃这这个。 船行到白石的时候，听说晋军戍路呢已经入援京师了。孙恩啊，他就哎乘这个船北走豫州，就往豫州方向这个逃跑。豫州就是今天江苏的灌云。晋廷呢，这个时候呢，哎，终于有点喘息的意思了，忙下令呢任命刘裕为下邳太守，令他呢接着进讨孙恩。双方一交战，刘裕连胜，孙恩自此呢兵力就衰弱了。为什么？他遇见刘裕。 啊，这样一个天生对手都不行了，他就绕着海啊，就顺着海往南跑。呃，刘裕呢，也是率领水军一路就尾追。桓玄方面呢，你想他的数镇的这个精兵、良地都归他管，手握强兵，他自以为呢，这个晋朝的国、东晋那个三分之二的国土都在自己手里，因此呢，他也暗中不断的派人上线那抚瑞。 表示呢自己能成为帝王，借以了呃来那个迷惑他手下的士众，同时呢他还写信给司马道子，指斥朝廷所用非人啊，致使国事沦丧至此啊。孙恩的这个贼徒啊，到处是烧杀。司马元显呢接到桓玄的书信，也是心中大惧，然后就向他手下高参那个张法顺那个人就问问计怎么办。张法顺当时表示，桓玄刚刚掌握荆州属地，人情未富。 可以命令啊，刘牢之进军征讨他。哎，司马元显一听这个主意还行。恰巧呢，当时的武昌太守于凯，咱们先前,前说过那个，他就特别怕桓玄起事之后呢，把自己给连累了，就秘密派人向司马元显、啊、示好，表示自己要做朝廷内应，啊，得机寻找机会把这桓玄给他杀掉。司马元显呢，一听说这消息，非常高兴，自以为大事可定。 司马元显手下的高参张法顺，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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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吏吧，这老官员吧，到达京口之后呢，就把司马元显讨伐桓玄的意思告诉刘牢之。刘牢之呢，武将出身，他就深知桓玄这个人智勇双全，又有强兵，马上表示说此事甚难。张法顺一看于遭到拒绝了，回京之后就劝司马元显：“你把这个刘牢之招入京城，咱把他弄死算了。” 然后把他手下军队，咱们叫派自己人掌管，免得他坏掉大事。司马元显呢，他不敢听从啊这个建议。你说要他把这大将刘牢之招过来杀掉，他真不敢。他只是下令呢，紧急装备水军，就准备去征讨桓玄。东晋安帝元兴元年，就公元四百零二年二月呢，呃，东晋的朝廷下诏，啊，宣示了呃这个桓玄等人的罪状，以尚书令司马元显为征讨大都督，都督十八州驻军事。 然后又给加皇岳，就给他一个那种专征的那种大斧子，然后让他主持征伐。然后呢，又下令以刘牢之为前锋都督，任命乔王司马尚之为后援，啊，齐金合力啊征讨桓玄。接着呢，晋廷又下诏，啊，这个加这个会稽王司马道子为太傅，又把他给虚起来了。东晋安帝于是个大傻子，所有这些诏令，说句实话，都是出自司马元显和他周围这些这个官员之手。 张法顺呢，就劝司马元显杀掉桓修等所有桓氏亲族，并出主意啊，让刘劳之杀桓圈兄弟，哎，以表示他自己对这朝廷没有二心。司马元显呢，当时毕竟是二十出头这样的一个小伙子，政治经验、统御之术还是比较缺乏的。对这出的这些主意呢，他都没有采纳。桓玄呢，当时虽有篡晋的野心，但他也没有料到晋廷的反应如此迅速。 听说朝廷出兵了，桓玄大惊失色。他当时想干嘛？退据江陵，这想法是守城以求自保。这个时候，他手下的长史叫卞范之的，马上就劝他说：“明公，您身为波于远近，刘牢之现在是大失误情，司马元显那是乳臭小儿，如果明公您直逼京师，肯定马上土崩瓦解，这就是健康的那个军马。如果您退缩不前， 啊，对、呃、这个等待这个敌人真正越来越逼逼近江陵，后果不堪设想。桓玄这个人绝对聪明人，经过这个手下啊、呃，这卞先生一点醒，大喜，他马上留他的兄长桓伟守江陵，然后呢抗表传檄，隶属司马元显罪恶，呃，自己率领大军一直就东下。临行前呢，他派人把事先向司马元显通风报信这个于凯关押起来了。 看到这个桓玄的檄书，司马元显呢，下是肝胆俱裂。三月呢，东晋安帝在这皇宫西池啊，被一些人扶坐在那儿，装个幌子为司马元显饯行。当时公卿满座，司马元显硬着头皮，慷慨激昂了几句，痛饮了这个壮心酒啊、呃、数杯，然后呢，手提宝剑直上战船。进入船舱之后啊，这小伙司马元显刚才那慷慨激昂就没了，因此呢，心惊胆战。 他都一直没有敢下令啊，下令开船。刘牢之方面呢，内心特别憎恶的司马元显，他为什么？他害怕真把桓玄平灭之后，我们的司马元显会更加骄恣，同时呢，更担心晋朝的朝廷鸟尽弓藏，功高不赏。所以说，刘牢之是一直手鼠两端。这个时候呢，刘牢之有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什么想法呢？他先借桓玄之手把司马元显除掉，然后。 瞅准时机，自己人在率兵干掉桓玄。此时呢，刘牢之手下参军刘裕自告奋勇，他要领兵直击桓玄。哎，当然这个时候刘牢之是不允许了，不行，咱先等等再说。桓玄这边当然也不会闲着，他就派刘牢之的这个一个舅舅叫何睦的前去游说，就劝刘牢之：你看自古有大功之人，很少有最后能啊保全自己身家性命的。越王勾践啊，他手下大臣文种。 呃，秦王手下的大将白起，汉朝的韩信，你看身世明主，为之竭尽死力，功成之日，犹不免被诛。况且当您掌权的是昏兄那个司马道子父子，明公您今日之事，战胜则轻宗，战败则富足，就是说不管你怎么战胜战败，最后家族和您自己全部都得被杀。不如您幡然改图，可以我桓玄一起啊，咱们结成盟友，长保富贵。你看这些攻心之语，说的有理有据。 刘牢之连连点头。刘牢之的儿子刘敬轩呢，还有包括他的外甥何无忌以及他手下的参军啊，这个刘裕都谏劝刘牢之：“哎、啊、呀，桓玄这个人狼子野心，简直就是董卓在世，咱们应该对他严加防备，不应该跟他沟通啊结盟。”刘牢之呢，当时死催，闻言大怒，就说：“我当然知道桓玄不是好东西，今日取桓玄易如反掌。” 但是平灭桓玄之后，司马元显又会想方设法除掉我们。于是呢，呃，当年的四月十五日，刘牢之就派他儿子刘敬轩呢前往桓玄处表示归降。你看，手拥强兵，身坐大阵，刘牢之竟然出如此下策啊，确实是死催自取灭亡。桓玄、刘牢之这两个人已经结盟了，司马元显那边呢还迟迟未发军队，还在那儿待着。正当这小伙子。 在那苦苦思考，坐在大船舱里想，到底是下船开进主动进击呢，还是留在健康这地方等着这个桓玄来啊排兵布阵呢？这个司马元想忽然就听到消息，桓玄的大军已经开拔至健康郊外的新厅了。你想这小王爷，他没打过仗啊，绝对是军事方面绝对是草包啊。听到消息之后，吓得魂飞天外，马上弃船上岸，退屯国子监。不久呢，他又觉得不妥。 骑马在宣阳门下另外布阵，你说刚刚布阵停当，军士们交头接耳，都讲桓玄大军已经入了台城南面了。司马元显呢，哎，听说这个消息更加恐惧，他就想率领军队逃入皇宫内躲避。你看晋军好容易啊排列成阵型，现在又掉头整队的往皇宫方向急行军跑。桓玄这个时候早已经派先头部队数十人入城。 看见禁军啊啊，这个调整队伍往皇宫那方面走，这些人就拔刀在他们身后大叫：“放仗！”什么叫放仗呢？放下武器。正在往皇宫那边准备奔跑的禁军闻声崩溃，等于是未用一刀一枪，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几万大军顿时就作鸟兽散。回头一看，司马元显只见身边没人了，就那个老吏张法顺一个人跟着他，剩下人觉得跑的影子都不见了。 那么司马元显没办法了，只能跑到东府，就是他父亲司马道子所在的那个府邸，然后问他爸爸怎么办。司马道子连连摇头，一言不发。父子二人呢，现在就是相对而泣，只能流眼泪了。这个时候呢，桓玄统领大军，浩浩荡荡,荡开入建康。到了这个建康之后啊，那桓玄就是说话算数，刀枪说话算数。晋廷呢，以皇帝的名义下诏，啊，任命桓玄为丞相。 杜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文武大政，呃、啊，全归桓玄一个人了。桓玄当政之后，就马上清算，立刻派人把这个司马元显，还有包括司马元显六个才两三岁的那个小孩的那个儿子，包括那个司马尚之，那个司马家族那宗室，包括于凯，包括张法顺这些人，送于闹市，即时斩杀。杀了司马元显等人之后呢，这个桓玄啊，又下令。 把那会稽王司马道子流放到这个安成郡，实际上没多久就在路上，桓玄就派人啊拿毒酒把这个把持了东晋朝政多年的个酒色王爷、啊、这个司马道子给毒死，死的时候三十九岁。那么把会稽王这个父子和他党羽都处理了，桓玄呢自然就把矛头呢要调向刘牢之了。这个时候，桓玄呢就借朝廷的这个命令，任命刘牢之为会稽内史。 刘牢之这个时候得到这个招纸之后，大出意料，惊呼：“怎么这么快就夺我兵权啊？我大祸将至啊！”此时呢，正好刘牢之的儿子刘敬轩率领军队呢，返回，他就劝他爸：“咱们发骑兵袭击桓玄。”刘牢之呢犹豫不决，就把这个军队啊啊在这个班独这个地方屯驻起来。刘牢之这个时候招来刘裕就说：“我想北去广陵。” 举兵呢，以讨桓玄，你能跟随我吗？刘裕对此断然拒绝。将军您已禁足数万，望风降附。桓玄最近心得大胜，威震天下，朝野人情啊，均已经不在咱这方面了。您又怎么能到得了广陵呢？至于我啊，我现在只能哎率领手下人啊还京口。那么看见刘裕走出帐外，刘牢之的这个外甥何无忌也跟刘裕关系也不错，就走出营帐就问：那我怎么办呢？ 刘玉就说：“镇北将军刘牢之啊，必不免于祸。他这次肯定得死。啊、清呢，你呢可以随我返还京口。桓玄若守陈捷，当与清共事之。哎、啊，咱们还接着给他干。不然的话，当与清共图之。如果他不守陈捷，想篡想篡,想篡国啊，我和你咱再想办法。”刘牢之这个时候也不死心啊，他就把所有的他的亲属、僚佐、下属官员都商量在一块儿。 商议呢，准备在江北集军讨伐桓玄。众人呢，听这刘牢之在那慷慨激昂说了半天，都默然无语，谁都不说话。最后呢，有个参军叫刘习的，就是他高级参谋，站起来，大声说道：“事不可为者，莫过于反。将军您往日反王隐州，就指王公。近日反司马郎君，就指司马元显；今日复返桓公，桓公就指桓玄了。” 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言毕呢，就刘袭拂袖而去。你看，刘袭言之有理啊。刘劳之身边的那些官员僚属听刘袭如此说，都觉得你看说的太有道理。至此呢，这些人呢都不给刘劳之面子了，轰然散走。这个时候呢，刘劳之一看自己手下的一些官属、这些从前的下属愤愤背离自己而去，也知道大势已去，又悔又恨啊、呃，又怕。 然后呢，赶紧派自己的儿子刘敬轩，你去京口啊，把咱们这个刘家的家眷，赶紧你去接他们来。过了几天呢，他又一看自己儿子刘敬轩他走了之后，说是几天来回来，结果失期不至，他就以为啊这个事情啊啊已经泄露了，可能这个一家人啊，这包括这个儿子刘敬轩以外，都被桓玄等人抓住，都杀掉，了，他就慌忙率领几个家丁往北逃。 逃到新州这个地方呢，老英雄呢，现在悔着肠子都青，没办法，又怕被桓玄手下人捉住侮辱遭到公开处决，没办法，就在夜间呢，自己吊死在林中。等到他儿子刘敬轩慌忙赶到的时候呢，一看他自己老爸已经自挂东南枝了，来不及哭丧，这个刘敬轩啊，只得趁着那个黑天啊，半夜渡江逃往广陵。听说刘牢之。 还这个临终上吊自杀了，他手下的一些官员啊，这个从前的这个这个吏员啊，还挺感念从前的情谊的，就选取了上好的棺木，把这老上司啊放在棺材里，还把他这个运到丹徒给他埋起来但是呢，桓玄知道这个事儿之后，是连死人也不放过就命令人把这棺材咔了劈了，然后呢，呃，把这刘牢之的尸体扶正了，把脑袋砍掉，然后呢，把他尸体在这个世间。 暴尸于世。对于桓玄来讲，你看刘牢之哎消灭掉了，而且呢福无双至今日至，怎么说呢？当时那邪教头子孙恩啊，听听说这晋朝内乱、啊，桓玄、刘牢之互相攻伐，他就率领一批人马啊去就进攻临海，就被东晋临海太守啊打的大败。这次这孙恩再没有好运了。 啊，禁军啊，这、就是、乘船追这个孙恩，上天无力无路，入地无门，惶急之余啊，这邪教头就投海而死啊，自己把自己给淹死了。不过邪教洗脑特别厉害，他手下那些徒众啊，又觉得孙恩不是投水自杀，是入水成仙，因此随他自杀那些徒党啊，包括他的身边美貌的那些妾室啊，呃，竟有数百人之多。剩余贼众一千多人呢，又哎拥立孙恩的妹夫。 叫卢循的，啊，又拥卢循啊为他们的主帅，然后就仓皇逃去。桓玄听说这个消息，还挺高兴，但是他又觉得这个卢循啊，呃，也是这个世家大族出身，呃，所以说他就没有对这个呃卢循的斩尽杀绝，就封卢循为永嘉太守，因为卢循的曾祖是西晋的司空从事中郎卢谌，就当时这个大英雄刘琨的他的手下。 刘询呢，对此完全不理会，他很快就有兴兵攻打临近的这个州郡，桓玄只得下令刘裕前去征讨。刘裕大英雄，打得卢询连连败北，最后乘船逃往岭南。到了岭南呢，他驱逐了当地的这个东晋广州刺史，他占据了广州。卢询率领这帮贼众到达广州，咱们暂时按下此人不表，咱们接着回来说这个桓玄。那么，作为桓温的儿子。 桓玄这个人到底人品如何呢？他的品德、他的作为啊，他的这个能力到底怎么样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讲。 我们从这一集开始呢，就着重说一下这个桓玄,玄。桓玄啊，是作为大将军桓温的儿子。桓玄呢，字敬道，他还有一个名字叫灵宝。据说啊，他的生母马氏，哎，半夜看见有流星下坠。 哎，掉到他们家院子的铜盆当中，哎，变成了二寸左右的一个火珠，然后呢，这个马氏就用水瓢啊、哎、接取，然后吞下去了。过后呢，就怀孕，啊，生下了桓玄。因此呢，桓玄的小名啊就叫灵宝，桓灵宝。晋朝人啊，他特别爱这些神异的附会，哎，这应该肯定是类似于故事这样的事情吧？呃、哎，一般这个帝王啊、传啊，你看都是有类似于特别灵异的故事。 但那个桓玄呢，日后即使失败了，哎，他也有这种神异的附会，而且还流传下来，这个确实有点奇怪。但有一点是真实的，是什么是真实？就桓玄这个这个人啊，从小，哎，就是姿貌端严，聪慧不凡，肯定是小时候就是粉雕玉琢这样一个娃娃，就跟我们天津杨柳青年画，哎那样的一个大娃娃，人见人爱。因此呢。 桓温大将军当时就特别喜欢这个儿子。我们要知道，桓温有六个儿子，因此他临终的时候啊啊，就就是留下这个遗命，啊，本来呢，让他的这个长子继承爵位，但后来我们上次说过，啊，他那个俩儿子想害他叔叔桓那个桓冲，结果呢，最后呢，桓玄,玄等于就继承了桓温的他这个南郡公的这个公爵之位。 那么桓温他这个丧期满了之后啊，他从前的文武属官啊，都齐集在桓温他的弟弟桓冲的府中，哎，来这个举行了一个这个类似于仪式吧。哎，桓温当时死的时候，也是举,举行了国丧嘛。面对满府的这个僚属啊，就是那些官员，桓冲当时就抚摸这个当时还是个小孩的七岁啊这个桓玄的头。 就对这个小孩说什么？你看这些人嘛，都是你父亲家里的先前的他的从前的僚属故吏。当时呢，桓玄虽然才七岁，你现在也就上二年级吧，听到这个叔叔这样的话，他就马上意念起慈父的音容笑貌，顿时是泪流满面。哎，如此孝顺的这么一个小孩呢，使得那满府的文武，当时都大相叹息。你看这孩子。 当时一说起来，他父亲研发泪下，哎，这小孩真孝顺。古人对孝是特别特别重视。那么长成大小伙子之后呢，这个桓玄啊，形貌贵奇，风神疏朗，琴棋书画没有他不会的。这小伙长得又帅，而且还不是一草包，还不是一绣花枕头啊，什么都会。而且他还写了一首好文章。 由于东晋朝廷啊，实际上一直以来啊，他特别遗迹这个桓家子弟，尤其当初就觉得桓温差点没把这个朝权都给篡了，因此呢，这个桓玄呢，作为桓温的儿子，他到二十三岁的时候，哎，才得到一个官职，而且这个官职呢是太子洗马这样的官职，这个在当时来讲叫素官，就根本是没有实权的。当然了。 对于高等士族来讲呢，你说得到这样一个清贵的官员、清显的这样的官职呢，也不是什么坏事。但桓玄这个人呢，心有大志，焉知得到这样的一个官职，也就是泱怏不快。那么在东晋孝武帝的时候呢，桓玄也知道他在这儿慢慢都长成青年了，就知道当时这十来年什么这些呃，当时这个朝议和众议啊，都说。 啊，自己的父亲桓温晚年有篡夺这个念头，而、啊、而且这个流言纷纷，于是呢，他就亲自上书给皇帝，给那孝武帝，就说自己的父亲啊，当时投袂成机，西平巴蜀，北清河洛，哎、啊，有兴复国家的大功。你看，确实是，那桓温当时灭了这个巴蜀，而且已经打到这个这个洛阳啊，什么，就是把这皇陵又重新拜祭，确实有大功。 不仅如此呢，他还说他父亲桓温还有什么呢？废婚立名，义代宗庙这种不世之勋，就为他父亲啊，呃，申冤、啊、呃，名谤。那意思就是说，从前这些诽谤我父亲的，嗯，都不对。你说给皇帝上书，哎，也没什么用啊。那个孝武帝也没怎么用他，因此官场失意之时呢，那青年桓玄呢，登高望远，就大声叹息道：“父为九州伯，子为五湖长。” 因为什么呢？九州博，九州是一种泛指。你想，天下当时都说古代中国天下为九州嘛？你看我父亲，哎、呃，曾经就是等于是一国的这种首脑。你看到我当儿子变成五湖长了，因为他当时做一星太守嘛。一星太守对于一般人来讲就很大的官儿了，都这也是这个统治一方。但对于他来讲，你看我就管几个湖。 因此呢，当时也是那种胸有大志不得身的那种，就是那种愿望吧。最终呢，这个桓玄还是能凭借他自己的这个贵显的门第，还有他父亲的名望，以及他们家族啊，在东晋呃朝的这种这个势力吧。即使就是说，你看他没有什么特大的官职，没有说特别重要的官职供他这个来施展他的抱负吧。但是他在官场当中还是纵横捭阖，文武并用。 最终呢，能在东晋的混乱朝朝局当中，哎，节节取胜。我们前几集都讲了，他一步一步把这殷中堪啊、杨全七啊、刘劳之啊，包括司马道子父子啊，全部都消灭了。最终等于是掌握了东晋朝廷这种最高的权力。桓玄这个人，如同我们现在眼中的这个星二代、啊、富二代，等、哎、于是他一出生啊,啊，就会引来这个大众和媒体的关注。 高起点呢，实际上对于这些人来讲，有时候也是一种无形中的那种巨大的压力。但他呢，能凭借着先天的优势和后天的种努力呢，奋发图强。所以说呢，可见这个桓玄啊，并不是完全凭借啊他父亲的那种势力啊、威望啊，然后脱颖而出那种人，毕竟自己也有本事。桓玄掌权之后呢？ 你看，当时这个史书上写，增班剑为六十人，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奏不明，什么意思呢？把他那个班剑武士啊，又增加为六十人。班剑武士就是他身边的护卫，班剑是那种虎皮啊、呃、当剑鞘的剑，那个武士带上那种剑特威武。什么叫剑履上殿呢？就他可以带着剑，当然上朝的剑都是礼剑，里头不是真剑，那你真剑拔出来之后给皇帝的一下捅死了。 建旅上就可以穿着鞋上殿，记住，现在看电视剧，但凡有大臣啊穿着鞋在殿上洋洋自得的走，那绝对都是假的。入朝不屈朝臣见皇帝的时候得小跑着过去。你看洋洋洒洒的曹操，如果那个汉献帝在的时候，他都得假装小跑着，那叫屈哎，去见皇帝，因为你毕竟是你是还是臣子嘛，赞奏不明，哎，他这个像皇帝这个奏事的时候可以不说啊，我就桓玄怎么怎么怎么样，哎，可以直接奏事。 所以说，就下级见上级，在古代你必须得称自己的名字，呃，不会称字。你看前一阵儿有一个唐朝的电视剧啊，这个这个李泌，呃，自称长元成元怎么样？那没有说自称自己的字的，他对上司、对皇帝、对比他地位高的人，都自称泌或者李泌，啊，当然这个是言外话了，咱们就讲这个，讲一点小知识。你看他自己。 这个周围又有卫士，又剑旅上，只要有剑旅上殿入朝不屈，战奏不明，基本上就是要篡国的前奏了，而且就是非常跋扈嘛。同时呢，他对这个桓氏族人，就他这家子姓桓的，也是个大族嘛，哎，大家封赏，以他的兄长桓伟为安西将军、荆州刺史。 以他的堂兄呢，桓谦就是桓冲的儿子，为左仆射加中军将军，领选，就掌管朝中的用人权；中军将军是什么？就掌管禁卫军军权。以他的堂兄桓师生，桓师生是桓霍的儿子，为前将军、江州刺史。他另外一个堂兄桓休呢，这个桓休也是桓冲的儿子，为右将军、徐兖二州刺史。哎，都是要地。同时呢，他委命他自己的谋士卞范之。 就是他最主要的那个魔主为建武将军丹阳尹，他又任命他自己的姐夫殷忠文为侍中，这侍中都是皇帝身边的呃，这最最高的高官之一吧。哎，大伙儿听这个殷忠文怎么跟那殷中堪好像有点联系呢？还真是联系。殷忠文呢就是殷中堪的堂弟，但他又是这个桓玄的姐夫，因此呢，毕竟还是自己的实在亲戚，所以说你把他那个堂兄杀了，他堂弟照样用。 因为这这个南朝啊，这个大族就是大族。那么和前代几个权臣一样呢，这个大事安排完毕呢，桓玄自己他并不是说啊在健康待着，他自己就率领重兵啊出镇姑熟，他在姑熟待着。朝中大政呢，哎，但是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得他点头才能施行。至于别的一些小事儿呢，就是桓谦啊、卞范之那些人，哎，点头就行了。 桓玄刚开始掌握这个东晋朝政的时候啊，啊，确实是也干出一些好事儿来，哎，比如说把从前那些奸佞之臣，呃，你看司马道子啊、司马元贤，他们用的那些人，全部都该杀的杀，该贬的贬，然后呢，把那些有名声特别好的一些郡贤之士呢，都提拔了。当时呢，百姓呢都觉得非常爱戴他，朝臣呢也觉得，你看这桓玄桓大人确实是与众不同。 但没过多久呢，他毕竟是名家子弟啊，真面目就暴露出来了。哎，你看他还是朝堂上这个欺凌、侮辱这朝廷百官，然后自己呢，这个私生活又非常豪奢，对，没事就这大肆纵欲、大兴土木，没事给自己盖大宅子，哎，就是这种乱七八糟吧。慢慢的，朝野官民失望，哎，老百姓对他就产生了怨言了。哎，原来这个桓玄桓大人也不是什么好人。 在刘劳之刚刚败亡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了，这刘劳之是北府兵的那，就是最大的一个头目之一了。那么北府兵中大部分老将啊，其实还没有啊、哎，对这个桓玄啊有多大的怨恨，哎、没有说，你看你把我们刘劳之刘将军弄死了，我跟你对着干没有？还都一窝蜂的跑过来抱这个桓玄粗腿，哎，愿问桓桓玄桓大人效力。 开始的时候呢，桓玄和这些北府呃军的将领相处还算可以，但是他这个人呢，性情毕竟是比较忌刻。没有多久呢，桓玄就忽然翻脸不认人，相继诛杀了什么好几个这个北府军的特有名的大将，什么高素啊、竹千之啊、什么刘袭啊，这些都是特有名的。如果咱看南北史的时候，你看，尤其淝水之战前后，这些人都立下了好多这个功劳。你想。 遇害的这些大将，都是北府兵的这个从前的旧将，而且又是晋朝的有功之臣，因此呢，桓玄这一出啊，他杀了这几员大将，等于是把这个北府军这个老将啊，基本上就都给去掉了。但由此呢，北府军的这些将士啊，一般的将士啊，对他心内啊，就产生了怨恨了。但你说桓玄，你杀吧，杀了这么多北府兵的军将，你应该把这个刘裕也弄死，哎。 他对刘裕这个人网开一面，我个人觉得哈、啊，就是因为啊，当初刘裕这个人比较贼，因为他很早就和刘牢之撇清关系了啊，他特别会看风向，而且呢，他一直对桓玄的阳奉阴违，就让桓玄觉得哎，刘裕这是个粗人，这个人还是有利用价值的，哎，正可以呢，哎，就是让这个人哎代替自己统帅北府兵，结果呢，恰恰是这个他没有除掉的北府兵这么有名的一个将领。 最终呢，要了桓玄的家族性命。你看，桓玄现在把这个异己呀、啊、朝中的这些跟自己关系不好的人清除的差不多，桓玄就暗示朝廷，呃，加封他自己为豫章公，十亿七千五百户。接着呢，呢他又自导自演，先上朝表示自己要北伐、呃，就北伐谁呢？当时这个北方是这个后秦的姚兴在统治北方，他要说把这个姚兴给。 赶跑，恢复中原，然后呢，他自己又派人以皇帝的命令哎下诏组织哎，那意思还大人你别去了，这个朝朝中这个大事，这江南之地少不得你。实际上这个东西都是自导自演，那个东西就显露出他什么，暴露出他这个虚荣哎，要喜欢这个好大言，动不动就北伐就恢复转，就这种本性当中的轻佻，在这阵儿就暴露出来了。在姑熟那地方呢，你看桓玄还造了好几艘。 特别轻巧的小船，那船里搁着什么呢？书画、古玩、奇物。有左右的人就问他原因，就还大人您没事弄这些船，把这些东西放里头干嘛？这还玄说什么？你看兵荒马乱，倘有意外，这些东西哎很轻，也容易带走。他周围的人呢，呃，包括知道这个事儿的人呢，呃，听这个还玄这个话呢，大伙儿也欣然一笑。但从心里开始呢，就对还玄呢就。 不怎么像从前那么敬重，就觉得这个人啊，原来志向也不大。你包括他们现在抓起来一些贪官污吏，你看有哪一个不喜欢这些东西的？因此呢，他一喜欢这些身外之物，拿这些东西特当回事儿啊，他那心思呃肯定就不会用在什么什么执政啊、理政啊这方面上。晋安帝元兴二年，也就是公元四百零三年九月呢，桓玄他的亲哥哥桓伟呢啊就病逝了。 桓宣这个时候就想以他的堂兄桓修代替这个他的亲哥哥桓伟呢，就是任荆州刺史。但是呢，他的属下那些参谋啊、那些高参啊，就劝他不要这样做。说什么呢？桓谦、桓修兄弟专具内外，权势太重。你看，所以说是虽然有有句话叫“孰不兼亲”。你看这些他手下人就劝他：“你这个堂兄弟这个人，就就这些人也不能让他们，呃。” 太大的这个太重要的职务，否则对你也不利。哎，桓玄还真听了，然后他就让他的堂兄，另外一个叫桓石康的，这个桓石康是桓霍的儿子，为荆州刺史，就把那两个这个堂兄也就没有用他他的兄长桓伟病死呢，你看，本来是他哥哥死了，你应该表示哀悼啊，父兄父兄嘛，有时兄如父亲一样。哎，不，他不。 桓玄呢自己加快了啊篡夺晋朝国权的这个步伐，他的亲信呢卞范之啊、尹中文这些人啊，都劝他赶紧把这个晋朝的、这个、这个国权啊，您就弄过来算了，就就让他这个禅让，而且私下里呢都把那个九次的文章和禅让的策命都准备好了。为什么得把这个九次的这个文？ 啊、呃，这这得准备好，因为这个九次就是给权臣，那么建吕上殿、暂去不云，还得把这个九次这个所有的过程都弄好了，因此才能最后禅位。那么在元兴二年的阴历十月丙子、呃，那这个中国这个技术都特别的这个精确。东晋朝廷呢就以桓玄啊这个下令为相国，总百魁，封十郡，啊、呃、封他为楚王，加九次，而且这个楚国呢还可以置丞相以下的官员。 你封王开府，置官加九次，这就是篡位的已经开始了。桓玄他堂兄啊，桓谦私下里还问、啊、当时来京城述职的那个刘裕，刘裕当时的官职是彭城内史，就问楚王功高德重，朝廷上下均认为啊将有禅让之事发生，卿以为如何？他所谓的楚王就是他堂弟桓玄了。这刘裕啊，也是个人精。 你甭看他看似是一个武将粗人，他马上拍着胸脯就表示：“楚王啊，乃桓宣公之子。桓宣公指桓温、哎，楚王这是桓温大人的儿子，勋德盖世。如今呢，晋朝啊，这个王气已经完蛋了，呃，这老百姓啊，就是根本就不不拥戴晋朝了，啊，乘着这个天运啊，进行这个是是、啊、善待之事，有何不可呢？哎，桓谦一听刘裕都支持，啊，自己桓家人。” 所以说的大喜过望，马上就说清胃止渴，即可耳。就说你既然都认为可以，肯定认为没问题了。其实呢，早在来这个京城之前啊，刘裕和他手下的高参何无忌就想在山阴起兵啊，讨伐桓玄。但当地啊，有个人叫孔靖的，就当时他手下一参谋就劝他，山阴这个地方离健康道远，举世难成。 你真的一路上打到建康，中间不知道出现什么变故了。现在呢，桓玄又没有篡位，你不如等他篡位之后啊，咱们再在京口起兵。所以呢，刘裕期待的就是桓玄把篡位这事儿做实。可见呢，这枭雄的气度就是不和一般人相同。到了十一月，这个桓玄啊，假惺惺的上表请归藩。 什么意思呢？给当时那个傻子皇帝啊上了一通表奏，就说我要回楚国，我的封地去。同时呢，他又派人，你想守在朝中的那些管事儿的人、掌印的人，全是他自己人，让那大傻子东晋那个安帝写手诏挽留自己。实际上那大傻子估计字儿也不怎么会写，就把着他的手啊，假装亲自皇帝写，千万别走。 桓玄呢，还到处让人散布啊，那些陈言，那些什么东西啊，就是什么钱塘的临平湖忽然这个又、呃、开了一个巨大的水面啦、呃，江州又甘露降临啊，呃、说好多这些抚瑞，显示呢，呃，他自己要登基为帝的这种吉兆吧。和王莽一样，这个才子出身的桓玄呢，又想在国内啊，那、这个把这个钱原先的东晋用的钱呃废掉。 你说你废掉你铸新钱也好，他不，他用古帛，就是粮食，还有这个这个丝织品作为交换单位，然后就下令恢复肉刑，于是呢，这个国内的制度大乱，但最终呢，他一件事儿都没没办成，他不像王莽，王莽把好多钱都改了，啊，这包括这个王莽现在的有一个。 那个金错刀那个钱到现在都是，大伙儿谁收藏家有一个那个钱啊，那都就奉为珍宝。你说这个桓玄嘛，他基本上他就是想一想，一一件事没做成。那么和古今啊这些特别有贪婪习性的人一样呢，桓玄呢还特别喜欢这个古人的书法呀、图书啊、名宅啊，包括特别丰腴的这种田亩啊什么的这些田地啊、这山川，他都他都喜欢。 只要听说大臣当中别人哎有他喜欢的东西，无论书法也好、古玩也好啊、大宅子也好、呃、啊、丰美的肥田也好，他就把对方一定要请到自己的家中，然后干嘛呢？呃、啊，赌博。你想啊，谁敢跟他赌赢啊？所以说跟桓玄一赌博，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贿赂他。你说桓玄啊，按理说也是，数代他都是贵公子，哎，他还。 按理说，对这些珠玉珍宝，不是说不应该说没见过。哎，他特别喜欢珍宝珠玉，天天啊，把这个名贵的首饰啊握在手心把玩不已。我估计，就是类似于今天的和田玉啊，什么黄花梨的串啊，什么各种各样这个东西，哎，天天玩那个东西。等到各项这个篡位的工作准备就绪之后呢，在公元四百零三年阴历十一月丁丑这一天呢，呃，桓玄手下这个主要的谋士卞范之。 就替这个皇帝，当时东晋皇帝晋安帝了，写了一份这个禅让的诏书，然后呢，呃，派那个司马家的宗室，呃，当时是临川王司马宝，然后呢，又逼着安帝，估计拿他的手照猫画虎写了，呃、啊，一写立变，然后呢，就宣布天下，把这个地位禅让给桓玄，文武百官呢，这个时候都坐着船什么的去到姑孰啊，跪在那儿劝进。 哎呀，桓大人，你赶紧当皇帝！十二月庚寅这一天呢，桓玄呢也当仁不让啊，然后他就在九景山大模大样的住了一个那种接受禅让的那种坛，然后呢就继皇帝位了，追尊他父亲桓温为宣武皇帝，那桓温的正妻南康公主呢为宣武皇后，又封他自己的儿子桓生，当时还有一小孩为豫章王。继位之后呢？ 当然，你得改元啊，新皇帝嘛。桓玄呢喜欢吉利的文字，就改元为建使。哎，一听啊，好像这还还还挺那什么，什么东西都是初建开始。哎，结果这诏书下了之后呢，他的手下的那官员又称这王家大族一个人叫王攸之的，赶紧进言说，这个建使是八王之乱的时候那赵王司马伦篡位时用过的年号。桓玄一听，哎呦，自己读书不细啊，马上下令更改。 又改为永始，哎，永远的开始。但这个年号其实又是当年那个大奸王莽当权的时候，西汉时用过的那个年号，哎，是非常不祥的。所以，敏敏之中啊，似乎已经预示了桓玄政权啊，啊、哎，他最后那种崩溃的结局。接着呢，桓玄要下诏封这个晋安帝啊，就禅让帝位给他的这大傻子为平固王，把他弄到浔阳去软禁。 实际上呢，桓玄呢，呃，他这他这招实际上还算比较厚道。你看，他对司马家族的这个宗室，包括这个晋安帝啊、呃，包括他的弟弟什么的，这这些都没有说加以屠害，还没有说马上就弄死啊，什么勒死啊、毒死,、啊毒死啊、没有，这只是软禁，大宅子，好吃好喝，天天供着。改朝换代，哎，完成了。桓玄的仪仗大队的从姑孰出发，就向健康皇宫进发了。为什么他得去首都啊？ 当天呢，刮起非常非常大的大风，那桓玄他所有的仪仗那个旗帜啊，都被大风给吹断了。你看，这这就是不祥之兆嘛。到了建康之后呢，桓玄还登临御座，他这个御座当然不是现在咱们想象中电视剧一大龙椅子，那阵还没有椅子这个东西，也是那种坐床，就是这个就是高坐席，周围可能有栏杆什么的。 哎，忽然他这个玉座龙座当啷，周围那个栏杆忽然散了垮了。这时候朝臣们在底下正拜他呢，许多人都面面相觑，仓皇错愕。哎，幸亏他手下殷中文、殷中翰的堂弟还挺有敏捷这个才思，忙在一边高声说：“陛下圣德深厚，地不能载也。”哎，陛下皇帝您圣德太深厚，您看往那一坐，哗啦一下，旁边东西都塌了。 就是说明您这个人啊，这个功德无量。所以说，知识分子拍马屁也确实高级，而且有板有眼，恰到好处。桓玄一听呢，估计本来想把那些工匠宰几个，一听当时顿时脸上呃特高兴，大悦。晚上呢宴请群臣，桓玄呢在内殿的那个当中的坐帐，因为他坐的这个坐床啊是有那个帐子，然后以黄金为延饰。 就是他做了一个就类似于现在的什么，你看这个活佛什么做的那种，上头都就都有就是吊顶的那种东西，呃，然后呢，四四四围呢都是那种雕木的金龙，雨盖流苏啊，特别奢华啊，看上去特堂皇。群臣当中呢，好多人都有知识啊，然后呢，在私底下就说，你看这个帐子特别像王莽篡位时所造的那种仙盖。 金龙者，你看他有有几条龙在那儿？亢龙有悔啊！你知道《易经》的都会知道这四个字儿啊？而且都是不祥之兆。桓玄呢，你说号称还是有识之士，这些东西呢，到他这就是，等于是当时就为了显示自己多功德不量，都都忽略了。当时他也不知道这个东西都是一些不祥之兆。他当时为了宣示他自己是个仁德的君主，他以皇帝之尊呢，亲自坐在殿中面审罪人。 我们大伙儿可以想，你的面审罪人都是那些官吏干的事儿，哎，他皇帝之尊，他看你有罪没罪，他亲自来判，罪无轻重，无论是你杀了人了，或者偷了这个一两个萝卜啊，他干嘛他都弄过来，然后呢一律释放，表示他自己的宽仁。百姓当中呢一听，哎呦，这皇帝有好这口，不少人就当街啊拦住他那个皇帝的成语，好多人呼冤叫贫。 哎，我冤，我我我我怎么样？哎，我家里穷，怎么怎么样？桓玄呢，时不时的，就是他让他从官啊，让他手下带了好多金银，然后当街就给百众这，就给百姓这些东西。实际上呢，这些东西小恩小惠啊，都是迷惑人心的。但凡干大事的人，没有这样干事儿的，你知道。吗？同时呢，桓玄这个人呢，哎，毕竟还是知识分子出身，本性特别科系，喜欢炫耀他自己学问大。 臣下奏事，哎，你看，他给他那书奏，他仔细看，连笔画之间稍有细误，哎，比如哪儿多写一行啊，哪儿这勾没勾了，哎，他都能指出来。然后他以玉笔珠点而出，你说就这种人，他的所有的聪明都弄在这些小处上了，所以就是小聪明。然后呢，就是为了显示他自己，哎，你欺骗不了我啊，我这个人啊，啊，绝对是聪明至极。 因此呢，我就觉得像他这样的人，如果他今天活着，我们应该把这个桓玄这位皇帝啊,啊，请到我们节目来，哎，给咱们做做校对。你看那些字幕啊，底下滚动的肯定不会错。天子四立，就是臣下最苦不堪言的事情。为什么？就是做堂堂一天子的，你就跟一个这个这个、这个、一般的这种吏员一样啊，对这些小事儿，对这些小律条、寻章摘句，这肯定成不了大事。 桓玄，你看干什么事儿都亲力亲为，东插一腿，西伸一脚，啊，自己也亲自任命官员，而且那些条令啊、法条啊，他自己亲自在那儿写，最终呢，导致的并不是说，哎，大伙儿觉得皇帝多聪明，怎么朝政啊、哎、多明晰？没有，纲纪不治，暗度山机，法令不行，像什么东西的官员一看，行，你皇帝你能啊，你这领导太能，什么事儿你都自己干了，因此呢，最后好多事情都没人处理。 呃，这因此使得这个，呃，他这个属治下的这个，等于是这实际上这个政治越来越乱。桓玄呢、呃，除此以外呢，还特别喜欢搞那排场，嗯，他把这个健康的那些原先的那些皇宫大殿那个大门啊啊、呃，全部都增增大，然后呢又重修特别宽广的驰道。他为什么就修这个驰道？就供他那个巨大的仪仗队啊行走。他还新造可容三千人坐的大辇。 我们想一想，三千人的大碾。这得多大呀？拉碾的人就得两百人，因为那阵儿你说三千人的大碾，你说弄马那都这么多马不就互相羁绊的不可能走，都得有两百人牵连。所以说也就不知道，就是他这个人就是等等于就是就是爱好猎奇吧，而且呢，桓玄他毕竟是他们家他父亲是武将出身，他还特别喜欢出外打猎，就令人制作了特别精巧的叫什么徘徊语 哎，机关众多，转动灵活，就近乎现代啊这种跑车的这种古代版。所以说，这个人他的所有的聪明，所谓的他的聪明才智，你看他当了皇帝之后啊，都用在这种雕虫小技上。同时呢，桓玄当了皇帝之后，夜夜笙歌，游宴无度。呃，即使你想他哥哥亲哥哥桓伟，呃，刚死不久，他还在服丧期间了，他也没事听音乐，按理说是不应该的。 你毕竟是自己亲哥哥由于桓玄当皇帝之后大兴土木，徭役繁重，百姓啊越来越愁苦，对他越来越怨恨，所以说人心思乱。说来也怪，你说桓玄篡位之后呢，东晋各地的守将啊，就当时起兵的人还真没有什么人。 只有当时任益州刺史的，就在四川那地方，那个这个毛璩，这个毛璩啊是东晋的名将毛宝他的孙子，这拒不受命啊，我不承认桓玄你这皇帝。然后呢，传习四周，啊，进屯白帝城，准备呢率领军队讨伐桓玄。就这么一个人。当时呢，为了拉拢啊东晋的朝臣和镇将，桓玄对刘裕啊还是分外看重的，提拔他为徐兖二州刺史。 并在朝会后啊，盛大的酒会上亲自来向这刘裕敬酒。桓玄的皇后啊，也姓刘，刘氏，这个人有见人之名啊，她就在帘后看见那个刘裕，她就对自己的老公皇帝说：“我观刘裕此人龙行虎步，占事不凡，恐终不为人下，不如早除之。”你看他这人走道什么做派，就不像一般的人。 而且他的眼光看人的时候，身事不凡嘛，呃、也是凛凛射着寒光，肯定啊，呃、不会久坐您的臣下，你还不如早把他弄死算了。桓玄呢，马上摇头不从，他怎么说呢？你看我现在正要平定中原，只有刘裕这样的人呢，呃、才英武可用。等到关落之地平定了，哎，我再想一想怎么把他除掉。你说他还挺有远见。 刘裕，哎，你这个拜见完皇帝之后呢，就归还到京口了，等于是桓玄是放虎归山了。这个时候，刘裕马上和他手下那些谋士何无忌等人密谋，哎，我们准备兴复晋室，讨伐桓玄。同时参与密谋的呢，还有敬陵太守刘麦的弟弟刘毅。主意已定呢，刘毅就派人哎入到建康，入京联系，同时招兵买马，以刘牧之为他自己的这个主簿。 主部就是首席参谋了。公元四百零四年这个春天呢，这个刘裕手下的谋士何无忌就诈成了朝廷招使，他带着几个人啊，他说我是朝廷来的这个呃宣召这个使臣，呃就是率领人马就骗开京口的城门，一下子直冲府门，把那个桓修啊，就这个桓玄他这个堂兄啊，立刻给斩杀了，等于就占领了京口重城。 刘毅的哥哥刘麦这个人非常怯懦，当时他在京城接到刘毅等人的密信之后呢，他惊吓过度，他并没有说在呃京内怎么样，就是接应他们，他手持这个密信啊，就向桓玄去自首了。桓玄知道这个事儿，心内大惊，马上封刘麦为崇安侯，斩杀和刘玉有联系的王元德啊、童厚之等人，因、哎、为当时这个都是被这个刘毅给卖了。 结果到了第二天呢，桓玄想又不妥，又命人马上把刘麦给杀掉了。所以刘麦这个侯爷当的确实冤枉，不到十二个时辰，呃，就被桓玄这个皇帝给弄死了。眼见呢天下乱起，桓玄这个时候只得硬着头皮啊加以这个应付。为什么呢？发昏当不了死啊！你这个当了皇帝，还有好多事儿要干、啊。这个时候他就以他的堂兄桓谦为征讨都督，以他的姐夫殷忠文。 带领桓修的军职，派他手下的悍将啊吴辅之啊,啊、黄普夫啊那些人率兵抵挡刘裕。那么桓玄等人呢，要求马上，咱们把大军啊，咱们集合好了，咱们立刻先发制人。桓玄呢，当时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他说咱们还是以持重为本啊，他没有听从这些人的建议。你看，眼见桓玄眉,眉头紧皱，满脸忧色，他左右的人就劝他：“哎，刘裕啊，乌合之众。” 肯定成不了事儿，呃、哎，陛下您不要如此忧虑。桓玄这个时候还挺有见地，哎，我怎么能不忧虑呢？刘裕足为一世之雄，刘毅家无余储，出仆出仆就是一种赌博的游戏，一掷百万。他家里没什么家财，但他玩赌钱的时候就敢一下子就以百万做赌注。何无忌酷似其咎。 何无忌就是先前被他弄死那个刘牢之大将刘牢之的外甥，这三个人共举大事，呃，何谓无成啊？他怎么能成不了事儿呢？你看，桓玄这乌鸦嘴还真灵，他手下大将黄甫夫啊、吴府之这两个将领和刘裕啊，在江城苦战，呃，江城就是今天在在在,在这个江苏那块儿，啊，都被刘裕斩首，全军覆没。 而这时候刘裕呢，他手下并不是说兵精粮足有多少人，只有不满两千人啊这样的部队。听到自己手下两个大将啊临阵都被刘裕斩了，桓玄是又惊又惧，他马上命令桓谦、卞范之等人呢重新合军二万，坚守富州山。富州山就是今天南京太平门附近。你看，不进退守。 这个桓玄的败相已定。你这皇帝呀、啊，你手用这么多大军，你不是说出去讨伐这个这个叛乱的贼寇，你自己现在反而做首饰，就是说明这个人、啊、确实是志大才疏。刘裕的军队呢，哎，早晨啊，吃饱了饭，然后把所有的粮食、所有的辎重全扔，干嘛呢？表示必死之心，一下子就进至富州山下。刘裕呢，他先派。 这个那些他底下那种比较疲弱之兵啊啊，但是就这些人本来不怎么能打仗的吧，叫这些人多带旗帜登到山上，呃，做疑兵，就是吓唬桓玄。接着呢，他又把自己手下军队呢分成无数的小队，然后呢，数道并进，呃，也是、呃、摇旗呐喊、啊，让人看上去是布满山谷。 桓玄得到消息之后，就认、是、为刘裕军事啊，这这么从四面八方就进来呢，觉得对方人挺多，他心中呢越来越打鼓。桓谦所统领的军事呢，大多是北府兵救人，以前呢大多都受过刘裕指挥，进攻开始呢，刘裕、刘毅啊身先士卒，他手下的将士呢啊死战前冲，无不以一当百，呼声震天动地。 因此呢，桓泉的军队，你想，本来他的手下的不少人就是从前刘裕手下，都知道刘裕有多英武，而且心中呢也不向着这个桓氏家族，因此呢，这一冲之下呢，桓圈的军队一时间这就一下就溃散了，许多的先前的北府兵呢，这个事儿你，你看你遇见老上司，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老战友了，不战而降，一下就转投到敌方的呃阵营里去了。 还玄方面呢，他在派遣还谦等人出战同时呢，啊、他这阵并不是说怎么样这个这个运筹帷幄，他就已经做好逃跑的准备了、啊。他让他姐夫殷忠文在码头附近啊,啊预留了大量的这个特别高大的那个楼船。接到还谦的败讯，还玄马上率领呃、啊、手下数千人，带他儿子还生和侄子还俊这俩小孩儿啊，以这个这个参战为名，从这个南掖门啊就往外跑了。 你说他肩承这么重要的健康不守，他往外跑了。逃跑途中呢，桓玄从前的手下，哎，这个这个一个叫胡帆的，啊，就拦住那桓玄的码头就，就劝他，就说啊您啊，应该率领咱们余下的军队和刘裕决战，因为当时那态势、啊，桓玄还是皇帝、啊，如果你真正以皇帝之尊啊，跟这个刘裕勇战一场，结果他的胜算肯定是占绝大多数的。 但桓玄当时以手指天，哎，鞭马而去。以手指天，他也不说话、啊。大意思是什么呢？天亡我也。跑到了码头，这桓玄啊，这阵还是皇帝啊，坐上船就跑。由于逃亡逃得特别仓促，他手下那些人一天都没吃饭。夜间呢，呃，左右他毕竟还有手下从人了嘛，进献他一碗粗米饭。桓玄当时是惊惧交加，这个粗米饭都咽不下去。 他儿子桓生呢，当时才六岁，哎，抱住他父亲的胸，啊、哎，轻轻的拍，轻轻的安慰，呃，安慰这位悲伤的父皇。想到自己儿子如此弱小，又这么懂事儿，桓玄当时是悲不自胜。刘裕，哎，这阵率领军队，你想他才多少兵马，就一下就攻入建康了，就派人啊把桓玄父亲桓温这个木质神主啊当众烧毁了。 然后呢，把所有没来得及逃跑的在京中的桓氏家族的这个这个这个人，哎、啊，这这估计得好几百口，全部诛杀。桓玄呢，这个时候就逃到浔阳，浔阳江头夜送客，就那浔阳，带上了废帝啊，晋安帝等人，所以说那个就是被他废掉的晋安帝的大傻子、啊，还有他弟弟什么的，都在他的这个队伍当中。然后呢，宣布迁都江陵。你看，一月之间，哎、啊，他也。 威势复阵，有众两万。为什么？他毕竟还是皇帝嘛。哎，他们又有这个桓氏家族这个名望，哎、他本身有才能，哎、马上就两万兵马又重新聚集到他身边。一时之间呢，他手下的楼船啊、兵器啊什么的，哎，也特别的威武。到这个时候，如果能总结失败教训，养兵休整，桓玄是还有翻盘的可能的。但是呢，他却埋怨他自己手下将领无能。 动不动就乱杀人，啊，使他手下的刚刚投附的人就纷纷离心离德。不久呢，桓玄又接到拜报，啊，这个他的堂侄桓镇、什么郭权、何战之、啊，什么郭旭等人啊，他派出了兵马几道兵马，呃，全部败归。这个愤愤之余啊，桓玄呢自率领这个两百艘战舰，他命令他的手下抚弘，就是从前抚坚那个太子爷、啊、杨僧寿为先锋，前往征龙州。 要与刘裕军队决战，你说你早干嘛去了？这阵儿他来劲儿，郑州就是今天这个湖北的鄂州这个江上那个地方。当时呢，桓玄呢他兵挺多的，楼船又挺多，刘裕呢在当地的兵马仅有几千人，但桓玄当时啊，毕竟他心切，他胆儿小，大战之前啊，他就在这个他的指挥大舰旁边停靠了两艘。 便于逃跑的那种小船，你看他手下的兵众，包括那些参谋，包括那些兵将，一知道这个，你看皇帝，你看还没战，他现在就准备要跑，因此手下就没有斗志。你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双方一交战，刘裕的这个军士乘风纵火，然后呢呐喊着冲上前来，不要命的往前冲。桓玄呢，手下军队，你想根本就离早就离心离德，一时之间大溃。 就是把那辎重烧掉，把船烧掉，连夜逃遁。桓玄手下的部将什么郭权、殷仲文啊，一看见势不妙，哎，相继投降。那么这些人投降了，这个桓玄到底他的下场怎么样呢？我们下集接着说。 桓玄哎，逃回江陵，那么他手下的大将冯该就劝他应该出城啊，咱们再战。桓玄当时已经是胆裂了，不敢出来。他想干嘛？他想出汉川。 投奔的凉州刺史桓熙也是他们桓氏家族的人。混乱之间呢，这桓玄就乘马出城门，他在城门洞啊，竟然被他左右的那些卫兵袭击，那些卫兵呢，过来杀他，结果呢，混战一团，前后相杀，交横于道。最终呢，桓玄勉强保得一命，就逃到了坐船当中。当时呢。 就本来是东晋益州刺史毛据的弟弟毛盘死了，病死了。这个毛聚的孙子毛幼之啊，和毛盘手下的参军有个叫费月的这些人啊，就把他那个呃毛盘的那个大棺材啊啊，就等于就是送回到江陵。这一行人呢有二百多人。桓玄身边啊跟随他逃跑的呢有一个屯骑校尉叫毛修之的，他就是毛聚的侄子。 眼看那桓玄大势已去啊，这个毛修之也不是什么好人，他就很想拿桓玄的脑袋当做立功的这个筹码，就劝，等于是劝诱桓玄，哎，咱们进入蜀地，哎，我们毛家人还在那儿啊、哎、占领着地盘呢。桓玄一听呢，想了一会儿，觉得哎这主意不错。实际上，桓玄也是该死。自从他称帝之后啊，我们刚才说了，首倡一起讨伐桓玄的就是毛具 当时那东晋从前的旧将没有一个啊说要反对他，就是这个毛就要反对他。你看如此危急之时，你都这个国破家亡了，他竟然能听信毛氏族人、哎、毛修之的话啊，自己前去蜀地啊、哎、送死。毛修之呢早就派手下人和毛幼之哎他同宗族的人打好招呼了，因此桓玄的一行人傻乎乎的大张不翻，向益州进发啊，这这这一下就就就,就,就逃奔而来。 眼看距离不远，毛幼之就命令手下人放箭，迎击桓玄。你说本来是去投靠他们的，现在这个大船以为是友军，结果是突发这个箭矢。毛修之呢，这个时候就趁机呢跳水就逃走了。当时啊，这个箭下如雨，桓玄身边两个太监，说句实话，你甭看这俩患者啊，还真挺忠勇的，就抱住桓玄，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他。 结果呢，那哥俩都最后被射得像刺猬一样，当时就被射死了。即使这样，有人掩护他，桓玄啊，还是身中数箭，浑身血流不止。他六岁的小儿子桓生在他边上啊，一边哭一边用小手啊拔去他父亲身上那种羽箭，所以说这些懂事的孩子确实让人心疼。 益州啊，这个归来的这个这个宋大关在军中有个叫冯谦的小头目。这历史书上，你看把这个人的名字写得还挺真。呃，冯谦，他第一个跳到桓玄的船头，提刀直冲前来。桓玄这阵忍住剧痛，他就拔出头上插着那个价值连城的玉刀，他就递给冯谦，啊，那意思把这个给你了。当时呢，他还是不识天子威严，就喝问。 你是何人？敢杀天子？桓玄北人、啊，你想他是能文能武、能战之人，他不是一个草包，不是个王莽一老头儿。桓玄非常英武，是能战的。当时他所以没动手，我觉得啊，一是因为他有小儿子在旁边，他根本他有所顾忌；第二呢，还是因为他已经彻底绝望，所以他也没拔剑，没拿戟，怎么怎么样。这冯迁呢，大叫：“你还是天子，我来杀天子之贼耳。” 一刀挥过去，等于就是把桓玄杀在当地。桓玄死的时候三十六岁，与他同船的族族人呃、啊、桓石康啊、桓俊啊啊均被这个冯迁这个小头目给捅死了。当时桓生他那儿子虽然是个小孩儿六七岁，但他的气度啊那种气概、啊、就跟他爹跟他爷爷啊一模一样。眼见周围父亲啊、叔叔啊、堂兄人头滚滚，这个敌人愤愤登船。 这小孩呢，还是镇静不凡，就他高声说：“我是豫章王驻军不要杀我。”益州兵将啊，这些人虽然非常暴横，但见到这么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娃娃，如此哎这个举止，等于是出于敬重和畏惮，都没敢动手，都没敢对这小孩怎么样。但这小孩后来就被送到江陵就被刘裕呢下令斩首啊，在市市场之上。 至此呢，桓玄的皇帝梦等于是完全破碎了。那么，桓玄死后，桓氏家族又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呢？就在桓玄离开江陵的第二天，也就是五月二十五号，留在城内的那个荆州别驾王康产和南郡太守哎，这个不叫王腾之了，这两个人就找到了就被软禁的晋安帝司马德宗。 拥戴这个安帝复辟了，重登帝位。也就是说呢，在桓玄死的前一天，他的楚国新都城已经换成了晋朝的旗号。那么第二天，桓玄被杀消息传来，他六岁的小儿子桓生呢，也被押回到江陵。你、哎、想，这么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孩子，就在一帮从前在他父亲膝下跪地称臣那些成年人的观看下，啊，遭受斩首之刑。 而桓玄身边那个卖主求荣的那个屯骑校尉毛求之呢，啊，这个时候升任他为校旗将军。不久呢，江陵的晋朝临时政府就宣布大赦天下，就除了桓玄家族以外，所有被啊这个桓玄先前胁迫的参加这个桓楚政权的各级官员一律赦免。同时呢，江陵那些官员呢，还将桓玄的人头送给正在率领大军西进的刘毅，刘毅检验之后呢，又派人送往建康。 悬挂在健康的朱雀桥上的示众。到这个时候呢，刘裕先前在京口起兵的时候，信口编造的、骗取这个士兵信任的那种，说我们短时间就能把桓玄消灭，当时就是一个谎言。别说三个月之后变成了大实话。桓玄一死呢，荆州各地也就这阵愤愤反正。哎，我们要恢复晋国的晋朝的旗号。桓氏家族呢，剩下的几个人又不在政府的赦免之列。 只得到处逃匿。桓宣的堂兄桓谦呢，藏到了个举中一带；那桓宣的堂侄呢，桓镇呢，就跑到了华容浦一带。华容浦就是今天湖北监利县那地方。至此呢，这个从桓温开始在江南一直兴盛的这这三代这个桓氏家族的，好像马上就灭亡在即。忽然之间，桓氏家族这个桓镇。 竟然使得环氏势力、啊、一时间死灰复燃，这怎么回事呢？原来刘义等人他们在征中州取胜之后啊，又收到桓玄的人头，认为这个天下大局已定了。加上当时征中州一带猛刮西风，刘义军队那个船只，它是水军嘛，西上的比较困难，逆风。 于是呢，原本西征桓玄刘义军队呢，等于就是把那船停在当地不走了，还摆酒庆功。所以呢，一直到桓玄死后第十天，刘义的西征军也没有到达江陵。天有不测风云啊，所以说就没有锁定的胜局这一说。由此呢，就给了躲藏在华容浦那个桓镇一个机会。这小伙子当时的接到桓家的旧将叫王智辉的啊，他一封密信。 就说啊，桓钦和杨秋的军队，这都是桓氏家族的军队，已经攻克京口。实际上，这个桓钦和杨秋早已被诸葛长林这个禁军消灭了。又对桓镇说呢，就是一直忠心于桓氏的这个将军，有个叫冯志的，已经收复了浔阳。冯志确实一度啊啊，这个趁着这个刘义主力西进的机会，把浔阳确实给占领了，但他随后呢就被刘裕的那个军队又给打败了。 然后又骗他说，刘毅那些各路叛军都在溃退之中。桓镇接到这个消息他不疑有诈，就觉得这个消息都是真的，大喜过望。这个时候他手下有多少人？只有几十号人嘛，估计都是他那些家丁啊，什么平常的那些就是伺候他那些军将。结果呢，带这么几十号人就直奔江陵，沿途呢，桓镇呢还召集楚军，就是先前他这个桓玄手下那些兵马，那些散散兵败将。 到达江陵城下的时候呢，桓镇这时手下已经有二百多人了。桓谦听到这个消息，也集结人手，以桓氏的这个亲信，就是这个桓玄从前手下那个大模士变范之一起，赶过来会合。虽然说江陵城外这桓家军人很少，但城内守城的禁军也不多。西征的这个刘义大军迟,迟迟没有到来啊，江陵这个时候基本跟空空城差不多。桓镇这个人非常勇武。 率领这三两三百号人，一举就攻陷江陵。入城之后，他马上把城那个叛楚拥立晋安帝复辟那王康产还有王腾之两个人马上斩首。然后呢，他和恒谦啊，这个率领手下兵马就去见那个白痴皇帝晋安帝司马德宗，讲起自己的堂弟这桓生前几天刚被这个刚在这城内被处决，这个桓镇怒不可遏，他举起剑来，就当时就要把这个大傻子皇帝给宰了。 但说句实话，你想那个晋安帝啊，比从前那个晋惠帝还傻，基本上就是完全一个行尸走肉，他就只能呆呆地坐在那儿看那个桓镇明晃晃的大宝剑在自己面前晃。这个时候呢，晋安帝他的弟弟司马德文就慌忙辩解：“桓生被杀，怎么可能是我们兄弟下的命令呢？都是王康产他们干的。”桓谦呢，这个时候也竭力劝阻，啊，桓呢，才没有把这个司马兄弟就当时杀掉。 不仅如此呢，桓谦还将皇帝的玉玺还给了建安帝，哎，并率领江陵的当时在的这个百官朝见他，正式承认晋朝复辟了。这样一来呢，等于有了皇帝这个幌子在手呢，桓谦他想名正言顺的再和刘裕、刘裕这些人再抗衡一番。由此呢，晋朝这时候的江陵政府实际上还是在桓氏啊、呃、这个族人把持的吧，就任命桓谦为侍中、卫将军。 江域二州刺史组织政务，桓镇呢为都督八郡驻军事，荆州刺史主持军务。当然，这个都是他们自己封的。世事如棋局局新啊，人情似纸张张薄。面对忽然发生的变化，还当时荆州各郡就附近一看，桓氏家族又把皇帝弄在手里了，也是随风使舵，愤愤的向江陵新政府啊表示臣服。 所以说数日之间啊，桓氏家族呢出人意料又夺回了荆州的控制权。那么，这么一个勇武过人的桓镇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桓镇的爷爷是东晋的征西大将军桓霍，他父亲呢是东晋的冠军将军桓石前、哎。这两个人啊，都是对这个东晋立有大功的。桓镇本人呢，青少年时代、啊、也是骁勇过人，但他的性格呢比较凶狠。 因此呢，桓玄一直看不起这一个这么一个就有武无文的呃这么一侄子。桓玄称帝之后呢，也没有啊重任这个桓镇。为此呢，桓镇特感慨，就高言说啊，叔父不肯早点用我，以至于落着现在国破家亡。如果叔父尚在，以我为先锋，平定天下也非难事啊。如今呢，我们桓家只剩下我一个人，哎，真不知我死在何地。他一口。 呃，义昌的这个所谓的叔父，就是指这个称帝的那个桓玄。由此可见，当时这个辈分比他高、官比他大这个桓谦，呃，虽然就在身边，但这桓镇呢，根本就不拿自己这位叔父当回事儿。江陵城呢，这个时候重新落入这个桓氏家族的手中。刘毅呢，那些西征的将领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大惊，马上率领军队攻克了巴陵。巴陵就是今天湖南的岳阳。 将先前散布假消息的那桓氏那个旧将王智辉给斩杀了。随后呢，刘裕的心腹何无忌和他表弟刘道归两个人又在码头击败桓谦，啊，又在龙泉打败桓卫，这都是桓氏家族的啊这些将领，连战连胜之际呢，这何无忌就产生了轻敌之心，又想在刘毅到达之前呢，立下大功，啊，在个这这在这刘裕面前露脸。 他就兴冲冲地率领这个得胜之军呢，直杀江陵。桓镇还真是一名将才，临危不惧，忽然率军出城，在这个江陵城西的那个灵溪主动进攻何无忌，同时呢，他又环视手下老将冯该呢，在附近的这个树林当中埋伏。一经交战，桓镇哎，炸败，假装打败了何无忌。当时得胜心切，一看呦，桓镇败，他马上就追，结果正中埋伏。 一战下来呢，何无忌的军队就被斩首千余人，由此呢，桓氏的荆州军终于啊，对北府军有了第一次比较大的胜利。你想，何无忌手下都是百战之将、百战之兵的北府军，结果还是被桓镇打败。桓镇得胜之后呢，桓氏家族的荆州军声势大振。这个时候呢，刘毅还有何无忌、刘道归啊，虽然合兵一处，他们只能收兵撤回到浔阳。呃，刘毅呢，啊，上书请罪。 那么，健康朝廷呃处理决定下来，因为刘裕呢是西征主帅，就免出他刚刚担任几天的那个青州刺史一职。没过几天呢，哎，这个职位呢就让刘裕给兼任了。而这次战败的主要责任人何无忌呢，啊，他是刘裕的心腹，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责罚。从此呢，这个刘毅和刘裕本来是铁杆的这个呃朋友，为这个事儿就开始产生了嫌隙，呃、哎，有了这个怨恨之情了。 桓镇打退刘义的西征军之后呢，成胜又打败了东晋的益州军，这样一来呢，桓氏在荆州地区等于暂时就安定下来了。到了六月呢，那个毛璩就是在益州啊，就一直效忠这个东晋政府了，他就攻克汉中，又把桓氏家族那个凉州刺史桓熙给斩杀了，因此这个时候呢，等于是在这汉中的凉州呢，也就不归桓氏家族控制了。 几个月之后，呃，在健康把持这个东晋新政府，刘裕呢开始就对这个桓氏家族残余势力就开始进行这个第二次讨伐。他当时兵分两路，主攻方向依旧是以刘毅为主帅。那么在得到刘敬轩的这个增援之后呢，呃，这刘裕这支军队就沿长江西上。 接连攻克鲁山城啊、燕月垒啊、巴陵啊、鲁山城就今天湖北武汉的汉阳，这个燕月垒呢就是今天湖北武汉市的这个武昌区西南那个地方，然后呢，就把这个桓氏家族的这个老将冯该给打败了。那么助攻方向那支军队呢，是由南阳太守鲁宗之指挥，南下进攻襄阳，啊，他这一进攻呢，吓得桓氏家族这个益州刺史桓啊，仓皇啊，这个这个弃城逃跑，回到江陵。 这样一来，刘义和鲁宗之这两个军就形成南北呼应之势，夹击荆州。桓镇这个人毫不畏惧，在元兴四年，就公元四百零五年正月七日，他率领军队从江陵出发，挟持这个晋安帝司马德宗兄弟，出江津，主动进攻刘毅。刘毅呢，老将比较持重，啊，就这开始停军不发了。实际上他心里害怕，他一见桓镇出来，他马上下令全军扼守的码头。 码头就是今天湖北公安西北那地方，坚壁高垒，他不和桓镇的就是争一争高下。那么金军的另一支，那个、鲁宗之率领军队呢，乘着桓镇南出的机会呢，大败桓氏家族的这个老将温凯，推进到济南。济南在今天江陵的这个西北，由此呢，桓镇这个时候就面临两面受敌的这样窘境。无奈之余呢，桓镇主动派人去见刘一啊，提出和谈。 啊，表示说，我可以把皇帝送回健康，但要求呢，刘毅和刘裕你们停止进攻，而且呢，这个朝廷还得答应我们桓家要保有荆州和江州这个两地的地盘。刘毅这个时候断然拒绝，桓镇没办法，只好收兵。他们就下令还迁冯该等人防守江陵，他自己干嘛？自己率领大军北上进攻鲁宗之。刘毅当时怕的只是桓镇的一个人，那桓镇一走远，刘毅马上挥军出击。 在豫章口啊，就是江陵东南那地方，马上大败这个大将冯该，就是桓氏家族的大将。那么在江陵守城的桓谦，一看见势不妙，慌忙的就和桓魏啊、桓仪啊等这个桓氏家族的兄弟，还有什么的何何旦之啊、温凯这些将领，一起弃城出逃了。至此呢，桓氏家族的大本营江陵就被晋军攻克了。 那么东晋安帝司马德宗呢和琅琊王的司马德文兄弟呢，算是最终摆脱了桓氏家族的控制，被刘裕、刘毅西征军呢，等于是这个皇帝兄弟俩就被解救出来了。当然，这个司马兄弟这哥俩没有想到的是，你看今天救他们呃出城为大忠臣这个刘裕，有一天呃会把这哥俩全部都弄死。我们再一想，你看桓氏家族的人。 即使宗族这么多的人，成百上千的人被晋朝政府以皇帝的名义诛杀，但这些哥们儿没有动安帝兄弟一根毫毛，反而是一直以忠臣面目出现的刘裕，最后会露出无比狰狞的面目，把司马家族的人就杀个干干净净。你还别说，桓振这个人就是英武，等他挥军北击，一下就大败猝不及防的鲁宗之。当时呢，桓振也知道还有强敌在后，得胜之后赶忙收兵回江陵。 谁知呢，还是晚了一步。这个时候的江陵呢，城内放火杀人的都是那些武装到牙齿的北府兵。桓镇手下的兵将一看城头火光冲天，军心开始瓦解了，一下就丧失战斗意志，很快就四散溃逃。那么这次战败之后呢，桓家军的主力尽失。桓玄老部下卞范之在江陵被攻陷之后被斩首，老将冯该在石城啊兵败被杀。石城就今天湖北钟祥。 也曾是桓玄部下，身为前秦太子的抚宏呢，不久也兵败被杀。所以这府坚的这个太子抚宏也是个爷们儿，人就一直就是忠于这桓氏家族，呃，忠于桓玄。桓镇这个时候还是不服输，率领残兵败将在湖北又继续打了两个多月游击。他竟然还能乘这个禁军防备松懈的机会呢，奇袭南郡，啊、呃，赶走新上任的荆州刺史司马修之，再次夺回江陵城。 不过现在的将领已经没有这个大傻皇帝可以利用了，啊，桓镇手下呢就是兵兵少将寡，啊，军力非常疲弱。不久呢，刘一手下军队又先后杀到，呃，这个与这个桓镇呢，呃，在这个战于江陵之北这个沙桥。桓镇这个时候已经深深知啊，他自己桓氏家族的失败的命运是难以挽回了。但这个人还是勇武绝伦，和他部下痛饮一顿美酒之后，是横戟跃马，奋力冲杀。 毕竟当时大势已去、啊，桓镇身边的勇士纷纷被杀。那最终呢？桓镇啊，这位桓氏家族的年轻英雄，身中数箭，力竭落马，等于最后被刘毅手下的部将啊，在当地斩杀。最终的结果，就凡是没能逃走的桓氏家族，基本上是被刘裕主持的东晋政府还有手下的将领愤愤、啊、就是杀掉、杀光了。由此呢，在东晋赫赫有名的啊，侨国桓氏。 这个曾经在这个江南一带影响力极大的这么样一个名门高族，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桓氏一家呢，算是烟消云散。你看，孙恩乱平，桓玄又死，似乎东晋啊啊将迎来了好日子。其实呢，也正是从现在开始，东晋他的国运马上就要走到尽头了。哎，为什么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说。